前几天，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，我们诚意的邀请您参观出席 Cinnabar 诡异岛之旅，只要你入岛，一切有惊喜。于是我就踏上了这个旅程。我是娱乐，我们今天来到 Elvins 的岛屿，然后它这个岛屿是一个比较诡异的小岛。岛主今天有准备一些小小的互动，好像有一些剧情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。欢迎欢迎娱乐来本岛玩。第一站，我们去南瓜园。哦，南瓜园有一个在浇花的小女巫。你好，南瓜园后面是一个小小的植物办公室，感觉这个岛主很用心的种他的南瓜。这些南瓜也太可爱了，是用帽子做的。这里有什么？这里种的毒苹果，别碰，好，好可怕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居然在砍人！断头木乃伊制作过程需要帮忙吗？我可以帮忙哦。也太可怕了。原来这些木乃伊的都是这样子断头的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我坐在木乃伊旁边，所以我旁边是法老王，然后我是艳后嘛。走吧，天哪！他继续回去工作。也太好笑了。前往科学怪人露营区，走吧。天啊，这路上都是毒苹果，我们要小心。Oh my god， 这个露营区，这是科学怪人的食物吗？一堆小仓鼠，可怕。这里面会不会有科学怪人？把钱交出来。不、哦，我没有钱。老板要劫财还是劫色？好可怕。哎，这海盗的财宝也太多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海盗王吗？受死吧。互相伤害啊！互相伤害！我是来观光的，为什么要围殴我？为什么？打爆你们！好，我们去偷宝藏。这里超多宝藏的，成功！把他打跑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击败了海盗，太开心了。居民区跟商店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和缓一下气氛。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。这里都是居民的住所，旁边就种着毒苹果，希望居民不要吃到。他们住在这里能够平安的度过吗 ？Oh my god！ 这个商店。这也太血腥了，躺着骨头，超诡异的。这里卖着什么呢？还有一些财宝，难道是离克谋财害命？好，我们去一下马场。哦，好可怕哦！好，可以去看马。我们来看看，这只左右摇，哦，这里还有好多只，躺在马草上，这是给马吃的，是
生气耶。这只好，谢谢，明天送上门。好，专业的服务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们的博物馆。旁边都是人体模型，不是啊，骷髅头，可怕哦！这博物馆到底在展出什么？居然外面那么可怕。日式居民区，好的，哦，蛮美的哎，日式的小桥，然后有好多好多五重塔。走过来这里，哇，这日式区是用之前的一些樱花的道具去弄，超级美的，好可爱的玩具熊，被卡在这里，一起拍照吗？怎么多了陨石？对啊，这里怎么会有陨石呢？敲，无奈。感谢了，哎，坟墓区有复活的木乃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去看看。哦天啊，天啊，天啊，好可怕！他们会过来吗？肉呢？血呢？小心哦！嘿，不要被看到。哎，小心！啊啊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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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救命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可怕了！嘿，他们跑出来了！哦不不不，快跑啊！终于安全了，休闲区。这里应该不会有奇怪的出来了吧？啊，该可以放心了吧？欢迎来到魔法学院，现在正在招生，有兴趣读本校吗？好的。好酷哦！这些都是学长姐吗？我也会哦。这是魔法学院的图书馆哦，课室是上课的地方。这幅画也太适合挂在这个图书馆墙了吧？好美哦！哦，好暗的地方。这里有水晶球跟魔法。运气如何？今日的运势非常棒。这应该就是学院的交易厅了吧？哇塞，这边用同样的这种棕色调，真的好棒哦！二楼是一个比较起居的地方，有温暖的壁炉，还有也是有一些书可以看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可以在这里吃东西耶。超棒的，哇，这里好暗哦，不过也感觉很神秘，有养一只小小的乌龟。我突然发现水族箱的灯光也是不错耶，有很安静的地下室居民休闲区，这里超棒的哦，可以在这里钓鱼耶，一边钓鱼一边喝椰子水。去民宿吗？去看一下，请进哦。先看一下外面，外面好豪华的感觉哦，感觉是一个超大的房子。我们来看看，哇哦，是民宿老板来打卡，欢迎光临动森民宿，我要 check in， 请给我最高级的房子。哦，居然进入别人的房间了，是一个很中式的房间。SHE 演唱会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好，要一起看吗？我没有椅子。你最爱 Hebe。 哦，我也最喜欢 Hebe 耶，
厅啦。哦，餐厅居然是这种偏日式的。等一下，老板，你怎么瞬间变厨师了？请问要来点什么？我要生鱼片。好了，请慢用。哦，要结账了，1000。我们今天吃了1000块。好，好吃，谢谢。哦，是一个非常日式的房间，这里泡茶。这房间真的好日式哦，而且还可以泡汤，超棒的，很高级的日式房间。不过只有单人床，有点可惜。好大的澡堂哦，而且一人有一个泡汤区，哎，感觉超棒的。而且不同的泡汤，它的水居然是不一样的，哎，它的温泉比众潮中。诡异魔法沙滩 ，Oh my god！ 这是要做什么人体实验吗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啊，会受到诅咒。纳尼？尾声啦，我们去参加婚礼。哦，这里都是新做家具，有一种很欧美的感觉。真是美丽的教堂。靠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结婚？结婚场景？我愿意。天哪！祝我们这对鬼夫妻终成眷属，恭喜你们！天哪，太诡异了！我刚还想说，为什么这栋房子没有开灯呢？好可怕！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谢谢大家，作为你前任要幸福。吓死了！哦，女巫房，女巫的药房，跟我上次看到女巫的那个药房不一样，这里感觉比较毒一点，像那些狼蛛鹿药吗？太可怕了。很紧张耶，他会煮出什么东西来？嗯，大家都不见了，人呢 ？Oh my god！ 我会怕案发现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天哪，这更衣室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天哪！坏人，这是坏人吗？这里是什么？好可怕哦！天哪，都是血。鬼叫声！哦，还有投影机！天哪！吓死了！我还在研究这个，然后就有人跑出来，吓到了！为什么教室有那么多娃娃？好诡异哦！会有人跑出来吗？天哪，好可怕哦！地板上还都是血 ！Oh my god！ 太棒了！觉得超级用心的哦，我们要冲过去了。哎，哇，哇塞，第一次被这样子迎接，哇，好亮好亮，好像烟火，天哪，哦，太嗨了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辛苦大家了，好用心的，就是有一些小剧场，超级棒的。感谢 Elvin 邀请我来参观，也感谢 Soya、Chris、Jerry、Darren、Eric、Alice 大家一起准备的小剧场，他们排练了许久，才有今天那么精彩又特别的逛岛。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与你相遇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岛屿，欢迎帮我点个喜欢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哟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娱乐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